第十课，包装。现代商业高速发展，商品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人们不仅在商品质量上进行竞争，而且不断地改进商品的销售包装，努力使包装对顾客有强烈的吸引力。商人们都相信，有吸引力的包装就是最好的推销员。确实，我们每个人买东西时，在无法判断哪种商品的质量更好的时候，最后选择的常常是包装漂亮的那种。进出口商品的包装可以分为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。怎样包装，用什么包装，都是很有学问的。运输包装必须有利于保障货物安全，加速货物周转，节约材料和运费。销售包装必须便于销售。包装用料、画面设计和文字说明等问题，在交易磋商中都应该认真洽谈，正确选择。绘画一。现在谈谈包装的问题吧。好啊，我想我们的销售包装是相当漂亮的。贵方能保证单件包装跟样品的包装一样吗？当然能保证。我建议在包装袋上用中文印刷使用说明。这恐怕做不到，现在给我们生产包装袋的工厂不能印刷中文，如果改成中文，我们不得不另外寻找厂家，这样太麻烦了。如果有中文说明，销售量会更大。真遗憾，我们对其他客户也都用英文说明。下次合作时，可以考虑你们的要求。但愿如此。那么，贵方怎么打外包装呢？用硬纸板箱包装，每箱装60袋。哪种硬纸板？瓦楞硬纸板。每箱重量多少？毛重大约25公斤。我想箱子上一定有必要的运输和指示标志。指示标志当然有，但纸箱上就不用写运输标志了，因为还要进行集合包装。用集装箱运输吗？是的。那好，请您看一下集装箱的码头。好的。二，布朗先生，今天条款基本都谈好了，我们就要按这些条款准备合同。您能不能把有关条件再重复一遍，免得出差错？您说的对，我再重复一遍，请核对一下。松下 WV3900 录像机10万台，每台天津到岸价格270美元，1988年2月到6月分5批交货，每月1批，每批20000台，付款是跟单信用证方式，我说的对吗？有一点您没提到，那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。哦，对了，是包装问题吧？是的。每台录像机先用透明塑料包装好，再用硬质泡沫衬垫固定，放在硬纸板箱中，外边用尼龙袋加固。每箱体积70×55×35cm， 净重4.5公斤。在打外包装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一定要用胶带封口。是的，一定用胶带封口。箱上都有哪些指示和警告标志？有小心轻放，切勿倒置，注意防潮，注意防火。
怎样打运输包装？按您的要求，每250台装一个集装箱，在集装箱两侧刷写 MART， 包括批号。那当然好，包装条款就这么定了。那就准备合同吧。三，从这里展出的瓷器可以看出，贵方把这门古老的工艺发展到了新的高峰。听您这么说，我感到很高兴。我打算订购50000套茶具。50000套，可以。您现在填订单吗？别忙，我想看看包装式样。您是说零售包装吗？对。哦，就是这样的。啊，你们出口瓷器就是用这东西包装？是的。您觉得哪儿不好？这么漂亮的高级瓷器怎么能用裸原纸板包装呢？确实不太好看。商品包装对顾客要有吸引力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对包装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商品本身。商品的竞争常常是包装的竞争。中国人不是常说货卖一张皮吗？有吸引力的包装是最好的推销员。您说的对，这主要是因为厂家缺少包装竞争意识，他们不愿意为包装多花钱。那么这次能不能先改进一下茶具的包装呢？我们可以向厂家提出建议。我要看到新的包装以后再订货。好吧。四，贵方只采用这种折叠式的包装吗？是的。能不能采用悬挂式包装？这是现在通行的上衣包装方式。那我们不得不为衣架和塑料袋多花钱了。这样就免得折叠了。嗯，好吧，我们接受您的要求。还有，应该加上洗涤和熨烫标志。可以考虑。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般做法。我们得考虑用户的方便，不是吗？好，我满足您的要求，加上洗烫标志。你们准备怎么打运输包装？每10打装一个纸箱，纸箱用尼龙袋加固。纸箱？不能用木箱包装吗？没有必要吧。纸箱恐怕不结实，不适合海运包装。我们运往欧美的衣物都是这样做的，客户从没抱怨过。另外，纸箱不防潮怎么办呢？万一淋雨或受潮了呢？您放心，纸箱内还有一层防水塑料薄膜，即使箱子受潮，衣服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纸箱容易被撕破，这么漂亮的衣服对盗贼很有吸引力呀。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万一货物被偷窃，您可以去找保险公司。那好，我同意您的意见，就用纸箱包装吧。五，我非常关心包装问题，希望不要因为包装不好给这次合作带来麻烦。我们当然不会忽视包装这个环节，合同中可以详细的写明对包装的要求。好的，请问你们怎样打包装呢？40码一匹，每匹用塑料薄膜包起来，外边再用棉布包裹。每30匹装一个木箱，每箱净重1.8吨。箱子的体积有多大？长3米，宽1.8米，高2米。为什么用木箱而不用金属集装箱呢？我们缺少运输和装卸那种集装箱的手段。如果我们负担一部分包装费用，你们也办不到吗？对不起，主要问题是我国的道路、交通工具和港口设备都不适合。
如果用金属集装箱包装，对我们来说比较麻烦。您当然不希望因为包装问题造成延期交货，是吧？木箱包装会不会不太安全？您放心，这方面我们是很有经验的，保证不会出问题。那么木箱上一定要用不易脱落的油漆刷写体积、重量、指示和警告标志。当然。码头由你们定。好的。词语：保存、强烈、吸引力、外包装、纸板、瓦楞、毛重、集装箱、码头、免的、核对、录像机、透明、硬质、泡沫塑料、衬垫、尼龙、加固、净重、胶带、封口、切勿、倒置、防、茶具、古老、货卖一张皮、改进、折叠、悬挂、衣架、洗涤、熨烫、海运、受潮、棉布、包裹、脱落、油漆。